男生说"随遇而安"的意思，其实"随遇而安"的本意指的就是顺应环境，在任何困境里中都能满足。但是在感情上也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说，既然爱了，那么不管对方怎么样，都要顺应下去，维持这段感情。这样的男人是爱你的，只要你好，他怎么样都可以，没有任何关系。因为没有你，一切都会变得不再重要。甚至是连自己都可以随波逐流，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只要是你快乐的，那么就是晴天。俗话说，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在每个人的一生当中，根本就不可能会有风平浪静的人生。